早晨，大家几好嘛？好，好。我想你哋睇下呢幅画，然后话俾我知呢幅画里边有啲咩。米亚，冇错，就系米亚啦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耶米亚。耶米亚，我叫米亚。耶米亚，米亚。说明会同芝麻街合作推出咗一个叫 Workshop 嘅卫生教育计划。呢项新计划为学童带嚟干净嘅食水同卫生，真系听到都觉得兴奋啊！好，等我睇下你对手先。哇，耶米亚，你对手真系好干净啊！呢个计划好特别，因为我哋系直接同小朋友合作，而我哋做嘅所有嘢都系为咗小朋友。Workshop 卫生教育计划善用多媒体教导学生，无论是上堂定是落堂之后，他们都可以用这些多媒体教材。我们很努力确保这些教材和计划可以广泛用在不同方面。这个计划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小朋友主导，小朋友学了这些方法之后会带回家实践，教回他们的爸爸妈妈，小朋友就成为了传递信息的使者。很多时候，当小朋友觉得自己学紧嘅嘢好难忘，我哋都会叫佢哋将喺学校学到嘅嘢教翻父母。我喺小嘉身上学到好多嘢啊！佢教我点样洗厕所啦，点样用 TP Tap 洗手器，同埋点样洗手啊！最令人兴奋嘅系，说明会同芝麻街合作推出嘅 Workshop 卫生教育计划，令教学变得有趣。计划包含一套以芝麻街角色为主角嘅教材。里面有教师指南，还有小朋友很喜欢的影片和游戏。对我来说，令我觉得很鼓舞的地方是，我们听到不少家庭的行为因为这个计划而有所改变。你真的看到小朋友是怎样将信息带回家，为他们整家人的健康带来正面的影响。说明会同芝麻街希望在赞比亚广泛推广这项计划，令它更加完善，然后再在非洲和亚洲将计划推广开去。